豆啊，最近发现了这个很特别的即食白布乌冬，即刻同大家试一下啦。主打白布乌冬的餐厅推出了三款即食版，分别有汤面、煎面和冷面。试一下个汤面先，食之前先将鸭肉和煎鱼汤等配料加热，再小心啲煮熟白布乌冬就完成啦。嗯，好香啊！试一下个乌冬先。个乌冬咧滑出嚟咧有好弹牛，而啲鸭肉都好软腍。煎面嘅煮法就有啲唔同，白布乌冬煮完之后要过一个冷河。我觉得呢个煎面咧比啱啱个汤面咧仲弹牙啲，不过咧就冇咁浓味，而入面啲鸡肉都几足料。冷面就简单啲，唔使加热配料，凉浸浸啱晒夏天食啦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hoo！